模样，四合院蹭着蹭地长成大楼房，老邻居有天新街坊，携手把这五彩斑斓蒸蒸日上，有滋有味的好生活变得年轻又时尚。可不变的是夏天热冬天凉，和咱北京人的热心肠。哎，说起这热心肠啊，嘿嘿，这闲不住的马大姐，她如今晚是特别的忙。老板，您这带鱼嘿，赶紧拾到了，一会儿爱家回来还得吃呢。你帮我拾到吧，我这腾不出手来。屁股黑。哎，别动别动啊，那是爱家留的，请孩子吃。知道了，还能跟孩子这么点？这西红柿肉瓤的，就搁点汤。我看呐，这教授出差挺好，爱家能回咱们家了。哎呀，说实话哈，这孩子结婚以后啊，还真懂事多了，不像原来似的，吃头份喝头份，仗着小孩儿成小份儿。你说他什么时候再有个孩子，咱俩就更美喽。哎，你尝这菜咸淡怎么样啊？合着这么多话白说了。爸，哎，家回来了。嗯，正好。哎，快吃西瓜。嘿，我正渴着呢。哎，你也吃啊。我都吃了，这都是你的。嗯，那儿成，给你瓜真甜。妈，吃西瓜来。哎，你吃吧，你吃吧。再来尝一块，可甜了。你吃吧。嗯、吃。嗯，好吃吧？嗯。嗯。闺女真懂事儿。嗯嗯。吃饭了，吃饭了。哎呀，你爸专门给你买的红烧带鱼。哎，对了，妈，董老师来电话了，说他一个朋友从新西兰来，明天晚上。是上北京来观光来了吧？这事儿可得交给我。嘿，可是北京城这些个景点没有你爸不熟悉的，东单西四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我带着他可劲儿转。什么呀，人家杰克逊先生是人文学家，在咱北京小住几天，了解一下老北京的文化平民风俗什么的，咱顺便学点中国艺术。那更好办了，交给我吧。我那点文学功底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哎，别，这事儿还是我亲自来吧。嗨，跟您说实话吧，我那英语口语不一直不过关吗？正好这杰克逊先生来了，我跟他练练日常用语啊。哦、啊，那也行。哎，哎呀，他来了得住咱家吧。嗯，那得把这个招待的任务就交给我了，我招待他。行，就你还招待外宾呢？这怎么了？哎，你忘了，我想当初当过导游，北京的胡同是千姿百态，我招待过一大堆外宾呢。行了，打住吧你！你那回也不露脸呀、啊，带着人外宾绕世界这么一转，还差点上了这不良小贩的当。你好，给人做那么老些个豆腐，中间还摆那么一大盆肥肉，我看着都腻的很。那也比你强，你带着人家真的没脑子。哎，别吵了，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啊。关键是这次来这外宾，咱们怎么接待？别的我不管，反正饭得我做主，再不能交给那些不靠谱的同志。哎，那太好了，我落一省心。妈，那您准备给人做点什么？红烧带鱼？嗯，我给他做那种、正宗的西餐，绝对地道的那种。将我是吧？损我是吧？毁我是吧？哎，行了，不说了吗？不赌气了。妈，您接着说，准备给人做什么好吃的？我就给他做正宗的西餐，绝对地道的那种。哎，好，那老马，我们可就等着吃了啊！去，那是招待外宾的。你想吃西餐，嗯，先整容去。我们吃顿西餐还得先整容啊？怎么整？怎么？你把那鼻子垫高点，眼睛挖深点，
头发染黄点，脑门子拍肿点，反正你现在这模样吃西餐不成啊。我这模样怎么了？嗯，你那副糟践西餐那样还怎么了？这俩老小孩。哎，妈，爷爷回来了吗？回来了，让出租车出去玩会儿。他怎么还不回来？这吃饭了，这孩子。你嘛去啊？哎，这吃饭呢，这孩子。哎呦，慢着慢着，哎呦，可别闪着啊！哎呦。哎，马大姐，哎，你好，你好，冷个早，你要买点啥子哟？啊，我想买本书。哦，买本书啊？我们这儿没得书卖哟。哎，有书，有。哪里有嘛？咋没有啊？哎呀，好好说。有书。哦，我想起来了，好像他有几本那个小人书哈。啊，对噻，小人书噻，马大姐。你需要多少本小人书？我要个三本五本。这小人书干嘛呀？我想啊，买一本教怎么做西餐的书。哎呀，马大姐呀，没有想到你还真是中国传统劳动妇女的典范哦。按照你们北京话而说，那叫炕上一把铲子，炕下一把剪子。错了，别个说的是炕上一把剪子，炕下一把铲子。铲子，都是那个贤妻良母。哦，你看连他这个智商都看出来了。啊，对，还真是贤妻良母。你是要那个做西餐的书啊？你在那稍等一下哈，啊，我去给你取货。哦，哎呦，你受累啊。我好，哎，洪亮。对短对你们乱搞哟，我们那里家来买个书噻。买没买过书只有我们两个晓得噻。哎，后街上有一个书市，所有的书都是10块钱一本甩卖。我现在骑到车子过去买一本，然后呢按到原价卖给马大姐，岂不是能赚上一笔？你两个赚钱不好噻。钱之分赚不赚得到，哪分啥子好不好嘛？有钱不赚，那是闷蛋儿。拜拜。洪亮，哎，你莫，马大姐，哎，你坐嘛。哎呦，不客气不客气，我看看你那东西。哦，那你随便看哈。哎，对了，马大姐，啊，你要不要给孟大妈买个生日礼物哟？啊，不用。啊啊，谁过生日？都是那个孟大妈呀。哎，你不晓得哟。听说啊，孟大妈要过生日了，是过那个69岁过70岁大寿哟。啊啊，我一点不知道啊。嘿，这老孟，平常我们老爹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怎么没该通知我一声啊？这我也是刚刚听说的，是那个孔凡凡来我们这儿来给他奶奶买生日礼物，我才晓得的。真的啊。昨天呀，啊，那个孔凡凡来我们这儿给他奶奶买了一个好精致的放大镜当生日礼物哟。他还说以后啊要让他奶奶拿这个放大镜来看报纸和书。这事儿还是真的了。嗯，哎，小雅，帮大姐一忙。哎，你说嘛，不要帮忙。回头啊你再卖给我一本爱情小说集，我送给孟大妈当生日礼物。啊，送给孟大妈爱情小说集做生日礼物哟。你不知道啊，你孟大妈别看那么大岁数了，那是人老心不老，心眼活泛着呢。真的呀？就爱看韩剧。哎呦，那小姑娘小小人谈恋爱，她跟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又干哭所以啊，我呀，真得送他一本爱情小说，对对对对，让他拿着他孙子给他买那放大镜，好好的看看我送他的书。对对对对对，觉得有点别扭。可是马大姐哈，这个事儿可能不太好办哦。啊？为什么呀？你看哈，卖书这个事儿，要是偷偷摸摸的，那么一分也都算呢。这要是让政府晓得了，可不好办哦。你看我们两个来北京也不容易，这个小店都是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要是为了那一丁点利益都触犯了法律。哎，不是，你这怎么话说的呀？我就买了一本爱情小说，
不是色情小说，你们怎么就触犯法律了？政府好面的追求你们什么呀？你盗版的？不是正版的。那不完了吗？关键是我们这里超市的经营范围是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没得书籍噻，这属于超出了经营范围，要是让工商部门晓得了，那我们可都惨喽。那李洪良刚才说给我取书籍怎么回事啊？这个哎呀算了，我都告诉你了吧、哎呀，他呀是到那个书市去买那些处理的书，那儿的书才10块钱一本，他想买回来按原价卖给你赚点利头噻。啊，这还是超出了经营范围了呀，你们这不是无视国法吗？这还了得了？你真是什么的？哎呀，马大姐，你要你书，哎，西餐住法一百种。哎呀，李洪良啊，哎呀，你这个书多少钱呢？啊，69.8，后面写到的，嘿嘿，卖给你马大姐，那89钱我就算了，69。哦，便宜。哎呀，你这个小超市的经营范围里边好像没有卖书这项哈、绝对没有。那你是超范围经营啊？我这就上工商局啊举报你，然后拉出去呢，就地就镇压了。哎，你这是啥意思？啊？我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出去给你买本书，哎，不，出去给你取货啊！你怎么还赖到我呢？我是对事儿不对人，你要这么做，就是扰乱了市场秩序，这就不行。哎呦，这好心没有好报啊！张小雅，你举报有功啊，宽大处理啊！你跟我走。哦，原来是你这个寡妇呀！停！马大姐，你听我说哈，你看我们这个也不算是超出经营范围了哟。哎，你刚才、你们这你听我说，我们这本书还没收你钱噻。是没收钱呢。对的噻，所以说从性质上来讲，这本书不是我们经营的，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然后送给你老人家的。送给我？这是一种体现了我们邻里友爱的一种行为，大家互相帮助，有啥是不对的哟？互相帮助，哎呦，这可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就是，哎呀，得提倡，得互相学习。就是吧，你看，所以我们没得错误，还要互相学习噻，是吗，洪良？啊，学习。哎呦，这么说，我得感谢你们两口子呀。哎呦，好人。那这样吧，这书呢，就算我借你们的，看完我就还你们啊。哎，不用了，送给你了就好。要。你看嘛，要不是我，你都触犯了法律了。啷个？我咋个娶了你这么个寡婆娘？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感情在这儿学习呢。学什么呢？我看看。哎呀，别捣乱，我这学习做法呢。学做法呢？那你怎么不学点念咒啊？念什么咒啊，我这学习西餐做法呢。嘿，还真跟我较上劲了啊。学得会吗？这怎么话说的，我要是学不会那就学不会了。都是学得会学不会。哎，老王，哎，你知道气死是什么东西？气死那就是你啊。啊，你早晚得把我气死。这也没正形了。哎，那个杀死是什么呀？杀死我不知道，我知道敌杀死。书没法看了，写的都是中国字，就是看不懂。哎呀，你哎，这个菜啊需要500克气死，那个菜呢需要100克杀死。你这看的是菜谱啊还是侦探小说？还怎么死都有。累死我了。哎呀，你们说这新来人怎么说话不算话呀？我在机场等了半天愣是没整着他。哎呀，你告诉妈，这个气死和杀死都什么呀？嗨，
菜，您甭学西餐了。董老师说了，那新西兰人他不爱吃西餐。哎呦，那怎么可能啊？哎呀，一个吃西餐长大的新西兰人，怎么可能不吃西餐呢？你也不琢磨琢磨，人家从小吃西餐长大的外国人，到咱中国还吃西餐干嘛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食在中国。哎，人好不容易来咱中国了，遍地那么些好吃的，他还吃西餐干嘛呀？董老师说了，他最爱吃的呢，就是咱那包饺子。啊。合着我白忙活了，就吃个包饺子，他不我手到擒来的吗？这，哎呦，还没肉馅儿呢。这，哎呀，他什么时候到啊？应该一会儿就到了吧。他手里有咱家地址。哦，那我就赶紧买肉馅儿去。哎呀，哎，他是喜欢吃韭菜的还是茴香的？欢迎欢迎，您好。哎呦，国际友人是吧？来，请进，请进，请进。我请问，你这里有东油菜？对，你要点啥子？东油菜。冻油菜是吧？冻油菜有，但是只有新鲜的，没有冻过的。不，我问的是冻油菜。冻。哎呀，你这个外国朋友咋吃的那么怪呢？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哪去给你找冻油菜嘛？没得没得。哎，不过朋友，我跟你说，这个油菜要吃就吃新鲜的，这个冻过的不好吃。要吃就吃新鲜的哈。这个，this can't be wrong。嗯。哦，还有一个，哀家。还要加上，要得，没问题。哎，不，我问的是冬油菜，还有哀家加了吗？还有一个马大姐，马大姐，你在说啥子哟？马大姐啊！我告诉你，我们北京可是个精神文明城市哦，坚决杜绝不文明的现象哦。你这马大姐的现象更是要不得哦，你晓不晓得啊？马大姐，让开。朋友，你是不是要找人噻？ Yes, right, that's right. 那你是不是要找那个董有才、王爱佳还有马大姐噻？ Yes, that's right. 我可以帮你去找。Oh, you're my angel, thank you. 哎，你干啥子你啊？我拿你当国际友人，你竟敢调戏我婆娘！我今天就让你晓得一下中国功夫的厉害！Why? 外面哈，你要到外面去打哈，要不要的？那我们两个今天到外面去打，不要伤我的婆娘和油菜。不好意思啊，他是看你抱我，所以他误会了。哦，对了，哦对了啊，那我应该用中国理解啊，中国理解。哦，今天开始运气了，来吧，我们今天就来打。什么意思？啊？刚规定了经营范围，这又改打交斗了啊！你这哟，打的还是国际架。哎呀，是马大姐，我打的是反击仗，我把他当国际友人，他却调戏我婆娘。不要，让开！马大姐，哎，你来的正好哈。啊，这个人是来找你的啊。哎，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马大姐噻。马大姐，您。您是董教授那朋友吧 ？Right, that's right. I'm Peter Jackson. 哦，这个调戏妇女都不分年龄，这个变态。李杰是？哎，这么好的李杰。啊，这个，好了，那个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去。谢谢你们啊。走吧。哎家，老王，老杰来了，哎，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甭客气。这就是那个谁，这个不是您怎么称呼？My name is Peter Jackson. 您好，我王元朝。歇会儿，歇会儿。啊，是这大老远来累了，是得歇会儿，是不是？您坐，您坐下就歇会儿了。哎呀，爸，人家跟您客气呢，说幸会。哎，
你好，你好，你就是齐克逊先生吧？啊，那个，啊，Welcome to 北京。My name is 王爱佳。哎，爱佳小姐，认识你我很高兴。咱们还握握手吧。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爱佳小姐，我很久很久想到中国来看看，这个机会很难得吧？哦 ，I will， I will。对不起，我中文不太好。你说的我听不懂。我现在说的才是中文呢，我刚才在跟你说英文。我没有听懂啊，请你跟我讲中国话吧。哎呦，我就怕您来，我跟您说英语好练习练习英语口语，你怎么让我跟您说中文啊？可是，我是希望，跟你谈话是多练习中文。啊，你跟我说英文，我怎么练？哦，还跟我想一块儿去了。这我说二佳啊，你还是说中文吧。就你那英文，我估计这哥们也听不懂。哎，我说那谁，您得着这个，这是我刚给您沏的咖啡，您呢趁热来一碗。哎，谢谢。来来来，吃西瓜喽。嗯。哎呦，我们妍妍回来了。妍妍，哎，妍妍回来了。来，齐克逊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呢是我女儿，哦，也就是董有才的女儿，叫董妍。哎，董小姐。你好，请多关照。啊，幸会幸会，我是董岩，请多关照。终于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一个啊！小梅姐姐，嚯，怎么了？你晓不晓得那个孟大妈的事儿哟？孟大妈，孟大妈怎么了？哎，你不晓得哟？啊？都是你们那个老邻居孟大妈耶。嗯。她要过生日喽。嗨，我还当多大的事儿呢，感情就是孟大妈要过生日。看你这神神秘秘的样子呀，我还当孟大妈要找一后老伴儿呢。孟大妈要找后老伴儿了哟。没有啊，没有，别造谣。我真纳闷，就过生日这事儿，你不用这么神神秘秘的。哎呀，你不晓得，前两天那孔凡凡来给他奶奶买生日礼物，都被我晓得了噻。可是他跟我说呀，孟大妈呀怕大家晓得了，还要忙着给他过生日，所以呢就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千万要保密。嗯，还跟我说呀，只要四个人都不要告诉他。哎，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人。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是我们两个关系好噻。再说了，我还不止告诉了你一个，我还告诉了那个红卫哥哥喽，那个茂奇哥哥喽，还有那个马大姐姐耶，还有那个前罗的那个杨胖哥哥，我全都告诉了。所以说，也不止你一个不是人噻。哎呦妈耶，你这是保密吗？你这不是宣传吗？谁说幸福是因为有钱？勤俭的日子也过得舒坦，所有闹心的事儿都留在昨天，知足常乐，求个平安美满。你拍一，我拍一，留神食品保质期。你拍二，我拍二，出门遛狗要拴链。你拍三，我拍三，树立正确荣辱观。你拍四，我拍四，普及使用规范字。你拍五，我拍五，房价高得太离谱，太离谱了。你拍六，我拍六，哪哪都在搞选秀。你拍七，我拍七，非法传销黑大街。你拍八，我拍八，节能环保立万家。你拍九，我拍九，共创和谐搭把手。你拍十，我拍十，奥运建设如火如荼，我们共同来支持。谁说现在人之间距离很远？别老是闷家里上网聊天，有事没事的经常去把门串串，
别说你忙，你没时间。